班苦主仲諗緊點樣拎返啲錢出嚟，而陳二就走去日本玩。唉，啲韭菜真係慘啦。各位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騙徒關注組，我係 Water。 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幫手訂閱 share， 仲有建設性留言同埋加入 TG Group， 等我呢個 channel 可以做得更加好。 JPEG 涉嫌詐騙案現正進行得如火如荼， YouTuber 陳二花朵少年洪金寶在18號亦都因為涉嫌經營加密貨幣找換店而被警方帶走拘捕，在19號他已經獲准保釋，還要自己聲稱就是100萬的保釋金。之後他即刻在 YouTube 平台出鋪表示老娘回來了，今晚出片同大家講下被羈留的一天。去到20號陳二出片分享自己在拘留所的經歷，又好九唔搭八咁樣將新屋靚同拘留所比，又話咩冇豬樓強，拘留所好安全。大佬，你少年洪金寶嚟㗎嘛，啲阿蛇梗係要俾面你，唔會豬樓強啦。排氣的飯盒就想咬啦，好難事。去到今日在陳二加密貨幣 OTC 找換店群組，有個自稱是陳二的物體，他就說我天日呢就去日本旅行啦，律師說已經通知了警方，他們說完全冇問題，大家有什麼景點可以推介一下呢？陳二一放回出來之後拍的片不知是粒晒水定是已經講定數，說自己非常配合警方，未被人拉之前明明就鬧政貪會啊，不是啊，政監會啊，但是二姐她就叫政貪會，還是爛仔一味靠屈 JPEX， 連任志剛黃瓜什麼投行那些全部都鬧埋一份，變臉之後叫啲 fans 唔好擔心。你哋諗下啦，如果件事係更大嘅話，點解我依家可以保釋出嚟？如果我係犯罪，我諗我一路都會喺羈留所蛋到上天，唔會係咁樣出嚟同大家講嘢。我係好有信心，我唔係樂觀更簡單，因為我知道自己喺度做緊啲乜嘢，唔好講清唔清白更老頭啦，而係一路以嚟我拍嘅片喺幾日前一路出嘅片，其實都係依個方向，包括我入完羈留所再翻出嚟，我睇嘅嘢都係一致。但係陳二小姐，你喺未俾人拉之前，你夠拍片話過，如果係犯法嘅話，已經拘捕咗所有人，我仲可以坐喺度同你哋講嘢咩？點知你最後咪係俾人拉咗？回力镖嚟得快，陈二唔好乱咁嗌。同埋如果你睇嘢不嬲都係咁一致嘅话，点解你之前又係咁闹政监呢？依家你又好配合警方，你之前个态度又唔係咁配合㗎噃。定係你话我闹政监但係我都係好配合佢。咁样都係嘅，你赢。同埋呢个 JPEX 声称係日本品牌，会唔会去日本公干啫？大家千祈唔好誤會，亦都有好多網民提出質疑，點解佢咁樣都出到境㗎？首先，陳二講嘅嘢，你哋覺得有幾多成係可信嘅呢？佢話佢自己100萬嘅保釋金，而根據新聞報導，林作嘅保釋金就係30萬，係咪同我講？因為陳二做咗接近兩年佢嘅依壇生意，而林作啱啱开皮就收皮，所以佢嘅保释金就低啲呢？亦都有好多网友闹啊陈二，搞到啲苦主咁乜惨，仲喺个 group 度讲自己去日本旅行咁开心咁抢口，你叫啲韭菜情何以堪？定还是佢係打緊心理战，想证明 JPEX 系冇问题，佢自己
都唔会被检控。你都知啦，佢哋嗰啲信徒点样都系唔会醒。陈二教主说的永远是对的，钱就你哋出，玩就我玩。而且水人咁多钱，仲俾佢出境嘅话，但系讲嗰八个字就即刻收监。你话呢个咩世界啊？唔系啊，系黐乜线香港 ？Welcome to Hong Kong。同埋陈二你去边度唔好？依家日本你哋就话有废水，咁样都去，点对得住党同埋广大嘅中国人民？佢依家似唔似用蓝色水鱼圈呃你嘅钱，走去日本玩，然后再同翻佢嘅信徒讲多谢，你哋赞助咗我去日本玩啦，哈哈哈哈哈！不过如果我冇记错嘅话，本身陈仪如果冇被限制出境嘅话，佢系可以出境噶，只要你揾律师同警方嗰边讲保释完之后，你系应该自由行动噶嘛？冇记错的话，系要准时翻去报到，唔报到先至当你弃保潜逃，通缉你。不过大家都唔好对警方咁有信心。你睇下庄思敏协助完调查之后，即刻变成轻松毛。好彩头先老作嘅记者招待会冇讲嗰啲平时服常嘅说话，如果唔系，真系 100% 马照跑，舞照跳，钱照搵。呢单嘢其实都好大机会同过去嘅历史一样。你睇下毕少咁多年都系屹立不倒，同佢嗰几个兄弟成日俾人拉，最后又会坐唔入，最多俾人告下民事诉讼。陈仪呢镬嘢咁样，摆明就系想话俾人知佢未惊过。不过你有得去好去啦，可能有一排都唔会再去到。我呃晒你哋啲钱，所以我要去日本散心。同埋呢个陈仪不嬲都冇同理心，自私又鍾意益佢嗰啲 fans。不过佢嗰啲 fans 可以放心去益佢哋，反正佢哋都唔方系好人，仲要成日开口埋口叫啲观众唔好生仔，自己又走去生仔，你就知道咩料啦呢条友。更加唔好讲话勾人老公嗰啲啦，啊唔系啊，绝对绝对冇啲咁嘅事。仲要有大湾区就唔返，竟然走去勾结日本鬼子。算啦，费事越扯越远，麻烦观众踊跃留言，一有新消息再同大家报道。多谢大家俾面，鍾意就订阅 share， 係咁，再见。